A o Got 翻开本子一百六十页，本子一百六十页，我们请看册啊。 第六行，第六行，一者提亲安也，为首关切，愿你出重调畅身心，堪能为信，对此分成转意为业。 又曰：离众明清，调畅悦安，以是清安调适，能令身心悦乐,乐，故次次以乐取。乐者，即乐喜也。以守正离，不生颠倒为性，正气如如为业。

所以，其次就讲到一切，一也就是静安的意思。对于所关的境界，愿你以出众。出众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上一回有提到，根据成为四敦说到。 二障种子，立出众名，信无堪忍，为细清库，所烦恼受持二障的种子，就安立出众的名称，它的体现就无所堪忍，归为细清的名库。 这个叫做出众。那么，与所观境愿你出众，也就是对于所关照的境界，愿你身心的出重，调畅身心，堪能为限。调试唱乐。 生心堪任，能够堪任承办种种的事业，这个作为底线。对此分层转移。 作为应用，什么叫做对治分层转移作为应用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获得清安，就可以相互灭除分层暂定之法。 使令手一直出众的身心，转变成为清安畅适的轮廓，所以跳做对峙分层，转一为二，又曰利众敏清，调畅民安，又侧说到。 能够离开一个初衷，这个叫做情。沉重离开沉重，也就是愿你初中的纷尘。 这个叫做“情，调畅明安，能够使令身心调适畅悦，所以叫做“安”。就到这，这个就讲到一拳，其次就进入次一个乐泉。 以是清安调试，能令身心悦乐，故此之以乐取。因为清安的名客，使令身心都能够调试畅悦，使令身心调试畅悦。那么进、啊、一步就能使令身心。 喜悦而获得安乐，所以其次就受到乐趣。乐者即为谁也。所谓的乐，就是为谁的意思，畅悦欢喜的意思。以首正理，不生颠倒为限。 正知如如为业，也酝酿他所正德的真理，而不生起颠倒的知见作为底线，而以正知如如作为应用。什么叫做正知如如？ 也就是在伟视上说到所谓的啊无法三自性，无法三自性，无法当中最后的两个就是正智跟如来。那么我们也顺便将无法就说一说。 无法是什么？第一就是面，第二相，第三妄想，第四正次，第五如罗。什么叫做面？面就是假面，一切凡夫圣人、有钱无情、根尘，而个体有它自知体相。就随处这 他自知体相而来称呼他，这个叫做名。那什么叫做相？相也就是色相，在一切色界、无色界一切的品类、大小、美丑、有情无情以及根尘诸法，个别有它的形象。 一个叫做相，所以我们所接触的不外这个名相。第三种叫做妄想，分别希望的念头就是妄想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前面的名相这两种法，又升起我们虚妄分别心。 弄这个假名当作自己，执着幻象作为本身，那么就有所谓的新王新手法种种攀缘，这个就是妄想。其次就正是正式六业，正治六罗。第四就是正治，正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来明了。 正见的这种智慧，意思就是说，能够了知前面的诸法明、名相、妄想、这些的诸法，不是如幻如幻，不是非短也非常，所以就超过一切凡夫小善，偏邪的意见。 别意的境界，这个叫做政治。第五种叫做如如，如如是什么？不变不异，真如之理。二叫做如如。意思就是由前面的政策来观察一切的名相，而是如幻如化。 不是非有也非无，名相本来就是空气。空气的当下就是真如之离体啊！真如的离体，因为政治而能够显明出来，政治因为离体而发生，以政治能够如一离体。 一离体能够如一，这个正次，所以叫做如如，这个叫做正次如如，作为应用，这个叫做正次如如为业，啊，接着下头。一世为乐,乐，不得 叶落不倒，而得善脱，故次之以舍缺，舍者即行令中舍，为清净等初根，内心平等正直，无功用处为性，调之对举，对之调取，尽处为业。好、啊，到这。 因为能够对呃安乐不颠倒，所以就能够获得解口，因此之后其次就收到舍绝。舍是什么？就是行命当中的舍，舍受想行识无蕴。 行运当中的舍，减肥不是受运当中的舍，所以这个舍叫做行舍，行运中的舍。那什么叫做舍、啊？也就是静静等出根，令心平等正直，无功用处为信 精进等出根，精进等等于什么根？等于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合起来就是四种法，叫做精精进等出根，就能够使令现，使令我们这念线啊，使令次现。 平等正直，不假借公用，自然就能够安处。以这个作为体现。作为体现。对此调节。 静坐为业，能够对此调遣，极尽安措，作为应用，作为应用。那因为他能够舍弃出重，分成调遣，所以内心就能够极尽安措，极尽安措。 所以、啊，这个行者，它是善性所说生，所以是十一善法之一，不是无记性的。那什么叫做心啊啊？念心平等正直，无功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初中后位。 来辨别行舍的差别，意思就是说，最初舍弃调取行，心就能够获得平等；中间舍弃舍取行，心就能够得到正直；后边舍弃有功用行，心就能够得到无功用而安处。 这个就是行舍的自悲心，好，这个说过了。接着我们再看，下头就是开合和配对的情形。此时觉知。 合言七绝。以上这里所说的十绝之，合起来就叫做七绝之，把它可以合起来看。为什么啊？何合者合的情形是怎么样？以炼绝和诗绝，以观绝和会绝，以医绝和听绝。 此虽品品不同，皆住修道法中前方便道，能令行人心心念念正路定口定口也。六、哦、车，这十锤之二合起来就称作七锤之二。 那么相合的情形是怎么样啊啊？就是以这个念觉，就和，和比这个思觉。在天台宗里头有练觉练觉念觉，念觉之念，也就是思念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修行诸多道法的时候。 三年能够觉悟了却，常常使得定会均平。假如内心分成的时候，应当想念，用到诸法精进习这三觉知，来观察出法，使令心不分成假如内心浮动的时候，应当想念，运用。 除觉知，来除去生活的过患；用手觉知，手去观测；用定觉知，入真正的沉片，收拾善乱之心，只令他不浮动，所以叫做念觉知。所以这里就以念觉，就合为失觉，失也有失念的意思。 以观觉就合于会觉，观觉就合在会觉啊。那么观觉会觉都是正法觉知里头所说设的。什么叫做正法觉知？正也就是检检测，意思就是运用智慧观察诸法的时候，让你能够鉴别真真伪。 真正、啊，的或者虚伪，而不荒谬的采取虚伪之法来修持，我们修的就是最真实，能够成就圣果的这个法，我们才选择来修哦，不要荒谬全啊，向外道啊虚伪之法啊，这个要去除的。 所以，就这个关节就可以会解啊。那么，这个都是属于走法觉知、啊、所说的。以医觉和净觉、啊，医觉就是啊，清安啊，清安也就是除觉，除绝觉知的意思，除觉知，除就是断除。 也就是断除诸尽烦恼的时候，三年能够觉悟了知，而除去虚伪之法，增长真正的善根，所以叫做除觉知啊。所以一觉就是除觉知，那么除觉知就是何以这个病觉？ 所以定尽缺尽缺也就是定缺定缺，那定是什么啊？定缺之二，定也就是残片，意思就是说，发生禅定的时候，三年能够绝无了却诸多的这个残片啊，诸多的长法，而不生起烦恼妄想。 这个叫做定觉觉知，所以定觉就是定觉知。好，接着，此虽品品不同，这里虽然是每一品每一品都不相同，然而都能够帮助修道法当中作为一品啊。 三巧方便的道法，作为情方便的道法，能够使令修行之人，心心念念之中而证乐，啊正定之可。啊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何处的说明。何处人，而称念熟者，而。 其真谛曰：其俗谛，足其真故不断，性无断故；真其俗故不长相无常故。又真其俗故不断，非断空阔俗其真阔不长性空其阔为一切法，即生即出即灭，同在一世，同在一识。 同在一界而一念有心，事故不常。然而种子各异，亦为现行之各异故，又起不断。如是因缘法之中道，当时非一与双照故，亦复非二与双泯库乃至善恶凡凡圣性不可得，故佛切反切。 一一皆是假名建立，所名是地，即自道观了知无一无二，乃是选妙中道定品。所谓诸佛往其心中行道，出使觉悟之定因，凡有十品，是十品觉知方便之道，心行路一定果，故名为定因也。 男识觉只是七觉之法开车性觉废取观觉，总说责法一支；失觉恋觉，总说练持；进觉其是定持，上觉其清净持，一觉其清安持，一明除觉，乐觉其实习持，舍觉即舍知也，道出。 何处起是说？而、呃、真因熟什么意思？而、呃、就是真的，念就是熟的，熟的哎就是真的的明破，所以就不断。因为真心是无断绝的明破，真即俗故不常，相无常故。 真的，当下就是熟地的别库，所以是不长。因为熟相是无常的名故嘛，熟地的相是无常的名故。又者，真的，当下就是熟地的别库，所以不断。因为不是断灭空的名库，熟地当下就是真谛的别故，所以是不长。为什么？ 体现空性特别酷，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当下都是啊，就是生相当下也是住相，当下也是内相。既然当下是生住灭，所以都是同在一实的，三相都同在一实的，三相也同在一实的。 都是质量平等，啊，三项也都同在，这个意念有心的，所以是无常，是不常。然而，这个诸法的种子个别有所差异，而这种差异的相相状，就显现在为现行个别差异的缘故，所以呃。 就是当下就是不断了，如此因缘所生法的这个中道应当了知是非一。为什么非一？因为它是双照增熟二谛的名故。它又是非二，不是两样，因为它是双敏增熟二谛的名故。乃至善恶善法恶法。二法 凡夫圣人，天性都是了不可得，所以佛界、凡夫界，一一都是假名的建立。龙种就称作四地法，这些都是对待法，都是假名是设安利的，所以龙种称作四地。 其自道观了之无一无二，嗯，乃是玄妙中道地品，啊，定品。他这一种呢、啊，这个妙这玄妙的这个呃智慧道法的关照，能够明了知道。 无一也无二，这乃是玄妙中道的中道第一 t 的定品定法的品类。所谓诸佛在过去心中修行圣道，最初都开始觉悟啊，这种中道啊玄妙中道的定品为因。 那么这个店定品一共有这个食品，这食品就是觉知、全巧方便的道法，心心念念能够入也，定可当从，正品之可当从，所以就叫做定因。 男儿十绝，十绝之，只是单单只是七绝之法把它开展出来的，进觉非绝冠绝，浓重舒适，所以执法追之，执法觉追之，诗觉令觉，浓从，系所以。 宁缺贼知，定缺就是定车定缺车，上缺就是进进缺车，哎就是进安车，哎从头出缺车，漏缺就是洗车洗缺车，失缺哎就是失缺车，失缺车，好。 那什么叫做舍觉知啊？我们来说一说、啊。舍觉知，也就是、啊，也就是舍离，也就是舍离所见、念、走的这些境界，虽年能够觉悟了之。但是虚伪而不真实，永远就不在追啊、呃、追忆，所以叫做舍觉知。所以死觉就是舍觉知。 其他古之积缘，地是地形象中有二，自分形库圣经形库此出也。范人而愿即是守地，敬配二地。故人而真厌守，离增减阔，言不断不长，如无量劫，即是一念。 况生住灭，一时一时一有，一有者一妙有也。虽真一味，因缘不杂，故言总意义。如因缘别，各异不同，故言现义。既虽无相不像不坏假名，故言因缘中道也。 既无定现，临终道库，非一二等，如文可知。南水脚相佛以凡等一一之别，名为四谛。南圣一自道观，别无一二，如何等法观彼真也。故总起言行道定平也。玄极守原。 道为会眼，定为守夜；缘佛心行者，举国显焉出觉定因者，出悟空理，定其因也。觉知因扩，何等名品？未有实成。初三五次闻师修慧，次其正位，其觉知也。上觉精进。 以上生苦，观觉定也，从果名苦；一觉恩也，就分已苦。乐为喜也，是地菩萨，见断藏时，方便道力，念念尽落，定可绝废。到此。 古迹迹就解释说，第四地菩萨那的形象当中分成两段，也就是自分型的轮廓，还有圣经型的轮廓。此处也，这里所说的，就是最初这一段自分型的轮廓。 凡名而愿及时守意，凡欲增作而愿，也就是受持境界的意义。现在就配对增属二谛，所以说耳增愿守，一耳配增谛，一愿配熟地。愿你增减的轮廓，所以是不断不偿，不断不偿。 那就像这个无量劫当下就是一念，念体是圆融的、啊，无量劫都是一念呐、啊，何况身住面相，难道不是一是一实一游吗？更是如此哦，是吧？讲到一游是什么？就是一种的妙游，妙游就是会有。 妙有当下就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妙有，妙有真空，这道同时就是中道第一点。以真亦为，因文不杂，故言总义也。虽然是真如意外，然而因文，它绝对不杂乱的。 所以说，种子是差异差异，种子是个别有所差异的，如英文别国语不同，这个种子是差异差异，这个叫做英文英文别那么现行国语就是不同了，所以叫做现役现役就是现行有所差异，现行就是结果结果。 啊，现行口啊，有这个种子，种子含藏在我们第八、二来、一识里头，然后遇境逢缘啊，那当就开始升起现行，现行的果报来。所以现行就是果。既虽无相，不坏假名，故言因缘中道也。既然虽了啊，既然啊。 虽是无相，然而、啊、无相无相就是因为性空嘛。然而不能够破坏假名咯，啊，破坏假名的话，世俗地就没办法安利。所以真地虽然是无相，但是你也不要破坏这个假名啊，破坏假名也就破坏世俗地咯。 所以佛就是以二谛而说法，不能够离开二谛。所以虽然是无相，也不要破坏相，啊！因此了啊，就叫做因缘中道，这个叫做因缘中道。不偏你真，呃，也不偏你俗，非真非俗，即真即俗，所以叫做因缘中道。 既然没有决定的体现，所以就是称作中道的边扩既然中道，就非一非二等等，六如文可以了知。然而，虽然随着这些假象，随顺这些假象，和跟反复等等一一有所区别，都是对待法。这个就是称作世俗的。然而用业，用圣义。 一个圣义地啊，第一种侧啊，圣道之法来关照他啊，所以这些世俗地当下都没有一，也没有二，无一也无二。那么用什么法来关测啊？十念啊这个路于圣义地呢啊啊！ 能够正真呢、啊？所以小徒龙重就取出收到玄道定品，玄妙之道的定品，玄就是手元剑，道也就是妙会。定也就是手一指派。讲到佛的心弦是什么？ 有个举措，我的来显现阴性，初觉定因什么意思？最初觉悟真空离体，这个定就是正因，就、这个、开始觉悟的这个正因的变故。那么哪一些的？ 平缓呢？哪一些的道品呢？病品呢？意思就是说有十种。最初三种如其次第，就是文实修三会，所以诸家的主体配对不同，配配对不同。其次七种的正位就是七腿支，配对七腿支。 上车就配配精进觉知，因为上车精进就是往上超生的门嘛，所以我们要精进哦，不要懈怠啊！修修学正道就是要精进的，佛菩萨都是精进而成就圣道的，没有懈怠的佛菩萨。所以，时时刻刻刻刻确我们的心情，有了有一念的心。 体起了懈怠，就赶快对治他了。所以今天，今天的话就往上啊、哦、一直超神，福德智慧的质量就天天的累积，将来就成会成就福慧两出两出尊了。那么这个冠觉，也就是电态意识，电态意识。 一定的定决的意思，那么这个就是从国国地来称呼他的名库。好、啊，一决也就是安，就是清安，因为旧的翻译就称作一的名库，清安就翻译做一医学啊，清安决决就是翻译作一决。 乐乐绝也就是喜觉知，喜觉知的意思。那么喜，喜喜觉知什么意思？喜也就是欢喜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修行之人内心能够弃物、弃入、领悟、证入啊，这个增发那么就获得欢喜的时候。 又能够善于觉悟了知，这种的欢喜不是从颠倒之法而升起的，所以它能够安住在真正的法喜当中，所以叫做喜觉知。所以乐乐趣也就是觉知的意思。四地菩萨，这第四地的菩萨逐渐断除烦恼所吃障的时候。 他运用拳脚方便的这个绝道之列，能够心心念念而进入定口的绝会当中。好，接着下一段：世人住定中，乃至永庆无余者，指铁圆、指管明正入定口之一。 世人处定中者，世人其单位人。此人因修道品，得住定中，由住定扩，即从定中发起智慧观念，念念造见诸法形象，荡然一空。所谓无为清净慧，皆依禅定生也。若起念，并入身心者。 未落起念之时，无非从定入中发生一念清净慧照之心。故云定入生心，定生爱顺草。由定发生慧照心苦，得觉法乐自在三昧。于是定中贪爱亦顺，故云定生爱顺。道法发生等草。 未修菩提道法，故名道法化身。于此道法，能可于心，略可于心于身，故名法乐人。菩萨于此冷冲，安住不动，身正不转，以是定爱，非为法爱，恶爱难除。此地虽正其灭，而为八地等无生，即灭恶人。 被迫，世古诸佛大悲心念无缘慈力，一路观光,光三昧中，见无量佛各以右手摩顶安慰而加辟之，一因说法，不轻方便劝发，而是菩萨以菩出天，而故以诸天为天，乐天、佛天、贪定苦、苦也。 出处名错，坐亦有之；明未定，得未安,安，安明乐定，职乐为实。明足听，足而固守；明贪听，唯世乎跟利者，注定一切众生者，千且从处听，即定为心，定从发光，光从见佛，在宝莲上座，为度众生守心地等，白法明门。 是菩萨人心图供养，听受妙法，信念长远，一切注定，广修福慧，日生日破，而与诸佛心相体性，露出无难。啊，心相体性啊，实感诸佛不以光光发三昧中，以手摩顶，二凡家却，方始发起。 立生定品，我们先看到这，下头还还很长。直题名，直题就解释说，这是广泛说明正入定果的意义。四人住定中是什么意思？四人也就是当位之人，正当这一位次的人，就第四地的菩萨。 这位菩萨之人，啊，因修，因为他能够修学这个道品，所以能够安住在呃、啊、这个病，正定当中。因为啊安住在正定的轮廓，那么啊就能够从正定当中发起智慧的观念，光芒、火焰，啊，光芒啊。 呃，的这个火焰，那么每一美每一焰啊，这个自焰、慧焰啊，能够照见诸法一切诸法的形象，当然都落于空气空气的相状当中。所谓的、啊、无碍清净的智慧。 都是以为啊，真真正的禅定而发生的，所以没有障碍亲近的智慧哦，不是以禅定而生的，所以了因借生变，因庭发挥的、哦，是真实不虚，是吧？那么起念定入生心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假如在起念的时候。 无碍从定路宗，妙不设从这个正正定而入于当中，而来发生一念清净啊，这个智慧关照之心。所以说，定路生心，生起这种的啊，这个啊清净慧照之心。定生爱顺是什么意思？ 由一定，呃，由于正变发生智慧关照啊，心的这个轮廓，就能够证得觉法乐自在的上面。就在这种正变当中，他、啊、就贪爱而易顺，很安逸，而感觉很这个啊。 自顺，所以叫做定生爱顺，道法化,化生等等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意思就是说，修习菩提道法啊，所以叫做道法化身。那么对于这种的菩提道法能够认可比我们的那些，而来唱念能可比这个。 真正所以叫做法乐呢。菩萨对于这种的法论法乐能当中，能够安住而不动摇，生生正德而不转变。那么，因为这种定爱，贪着禅定之爱、爱走心，以及贪着文师修法这种爱走之心。 这两种爱爱爱心难以灭除。这一地的菩萨虽然真的呃这种啊这个定爱法爱爱都能够寂面了，然而对于八地等等那无生人、无生法人还有寂面寂面人这两种人还没有获得，因此之故，诸佛。 运用同体大悲的心念，运用无言啊，这个大慈之念，就在路也自观慧观三昧当中显现无量诸佛，个别运用右手来磨这位菩萨的顶，而安慰菩萨之心。 而来加对他，以一元婴儿来说话，为他来说话。百千的善巧方便来劝勉啊，来启发这位菩萨。然而这位的菩萨啊，他也不出一场定哦，不出定。为什么缘故不出天？啊？ 以注定为定，乐定、住定、贪定、苦也。因为这位菩萨啊，安住在这个定里头，而不生邪；完未后又这种的定，而不因因不敢邪啊、厌恶啊，他啊，这个啊，你 好要这种的禅定不不厌哈，那么昨天持守这种的禅定而不转移，爱着这种的禅定而不肯舍弃，所以王位好要，此定而不厌，就是未定乐定的意思，合起来说哈。那最初安住就叫做注定。 住了，注定之后，感觉有滋味，叫做未定；得到滋味就哦，感觉很安然，啊，一直要享乐下去，所以叫做乐定。而执着乐而这种享乐，认为是实在的，所以叫做昨定。执着他就坚固的守守护错，不肯失所切，叫做贪定。于是乎，根据力的。 立他这个菩萨，他就注定一劫了；障爱生吧，他就在清体当中安住在这个定当中。那么既定为邪，就在这种的呃这个正变，安住在定中，就作为他的行为，在这个正定当中就能够发。 发起、发生、接种的智光，在智光当中能够见到诸佛都在这个呃宝莲上土错，为一切众生宣说心地等等白法名门。讲到白法名门，不是白法名门论的白法名门哦，不然是什么啊？ 在此帖的事业啊后边八百四十二页又有讲到白法名门，我们得稍微说一说，但是一百法啊就不全说了啊，讲前面几个后边啊一个一个就可以了。白法名门啊啊啊，他说最初有百八，现在举出一百。 又是简略而说到在，在本行其经说到，佛即多帅天做护名菩萨，将欲下生时，说此流雨诸天以作意念或下生也。这是什么意思、啊？我在诶诶本行其经上头说，佛他就继位继位在多帅天，他做护名菩萨。 他将想要下生的时候，下生来实现八相成道啊！的时候，就先说、这个，这个这种白华名门留给诸天来做意念，然后再下生。嗯、那么这百八是哪百八？所谓的正性化名门，不破坚牢心，可、哦、不？呃、嗯。 正心法的名门哦，他不不破坏啊，这个敬劳心的名课。正心法名门、啊，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啊污秽过错的名关欢喜法名门，意思就是说安隐心的名课啊。说了三颗啊，然后乃至到最后。 从一地至一地至法明门，什么叫做从一地至一地至法明门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观点成就一切次，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名廓，乃至啊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名廓。这个叫做从一地至一地至法明门。哈。 那么简历我们就收过了白发名门，这个叫做白发名门哦，啊是菩萨人，接着我们看哈，是菩萨人心出供养。那么这位菩萨的行人、哦、心人都，他身体诸多的供养，来谛听那说微妙的佛法。 那么他的信念是非常的长远的，那长久哦，非常的久远的，一切注定哦，一切而安住在正定当中，广泛修福慧两种的质量、哦，啊一天一天的生活啦，那么就可以跟诸佛的啊啊这种心形相创，它的体现。 能够相应，所以就露出没有困难，进入或者出来都没有困难。当时就能够周感诸佛感应诸佛，要能在智光慧光华的三密当中运用。 用手来磨品，有两方的加以劝勉，他才开始发起利益众生的定品。以观光花三昧茶，以二光破二障，以浮花灭翠花，以三昧安心磨品安身，于是身心安宁，而是菩萨。 受摩顶持得大解脱，及时发起定品，现身异物，故有初相、进相、去相、相也。出即起定，进即入定，去即应相，应现，向即放手。所谓东方入定，西方起；南方入定，北方起。同此生中入正定，同理生中从定起。 乃至沿路而出等事也。故于此天知出而不默，知进而不退，知去而不脱知向而不错，所以不著第三昧，即法上乐呢亦复不错。如是定爱及比法爱二障俱离，故曰永尽无余。告辞。 余光观花三昧什么意思？就是运用智光会光这两种光来破除烦恼所知恶障，以福德之发来灭除罪业之发啊！运用三昧正定来安住内心啊！那么佛以摩顶来安安慰啊，安定他的身体。 于此、啊、于是，哦，啊，他的这位菩萨的生心就很安隐了，安隐了。这时候，菩萨就啊啊接受某顶的职位而得到大解脱，啊，那么正当这个时候，他就能够发起天频，显现身形，利益众生，所以就有出现。 镜像去象相的情形啊，那么这里我们就补充说明，前面说到以二光破二障，这个二光就是智光慧光啊。那么智跟慧有什么区别？智照见叫做智，结了叫做慧，决断就叫做智，检择就叫做慧啊。知道熟地叫做智。 到达真谛叫做慧啊，透彻能够明白妙有叫做智，能够弃物真空的离体叫做慧啊，这个叫做智光慧光啊，以智光慧光破二障哈、啊，这个得补充说明。第一排我们再说明，那什么叫做出相、进相、脆相、相？ 这个出也就是起定，从禅定而起，看出定的意思。进也就是入定，去也就是硬现，硬现叫做去。向也就是方位触手，叫做向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啊，东方入定，西方起。从东方入定，哎，咱可以从西方起定哦。 南方入电可以从北方起电，在童子的身上身中入正片，哎，他就跑到同你的身上出来，啊，从产病而起。乃至从眼根而入入电，哎，从耳根而出电等等，就是那这是什么道理？这个前面我们说过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三面“方网三灭”，方网三灭。 好，所以啊、哦，一个菩萨和菩萨啊、哦，他们的境界就是以整个法界之身为身，所以可以在男众的身体上入定，女众的身体出定，因为他的身就是菩萨是就是和菩萨的身啊，眼根就是他的眼根啊，鼻根是一、这个附录。 啊，东方西方，这些方位都是他的神，所以他要怎么入定出定都可以，就这个道理，叫做方广三昧。过于此天，所以他就对于这种的参定，知出而不默，那就了知出定而不不入啊，不不沉默，一直入定，知道。 这个要要这个上进哦，所以他就不退转。知道哦，要去哦，所以他就不堕落。知道、哦、有所趋向，所以他就不安住。趋向这个方向啊，那么去也就是应现，所以他就知道要应现，所以就不堕落。知道这个趋向有方少，所以就不安住。 所以他就不安住在顶三灭当中，就是法上的这种乐人，他也不安住，不住着了。如此，这种正定之爱草以及文思修法的这种贪，三会法的贪爱，这两种障碍都完全远离，所以叫做永尽无余。对的。 何主人世人既住定中，应应照见出法而行为空。若为定中善能起念，便定若于无识、无住生心亲切难出破此定者，必定生于爱顺也。必为此中道法中变化生起，是名正法乐人。 一名助人，一名正人，一名救尽其灭之人。唐憎作恶爱顺亲切，变为勇士。故诸佛于此菩萨正入观光华三昧时，必见现无量佛以手摩顶，一音说法，不轻方便而起法之。观光华三昧。 即所谓“应念尽法行空”，而此菩萨深爱顺苦，犹不出天，一出一外，一走，一贪，乃至一劫千劫出定。然由本愿善根立刻，虽久出定，亦不必进入于内盘。能能见佛闻佛法门，自然即为定中。 供养听法，又更依其注听事故出佛，在于观众摩顶，令其发起定品，善知出相、进相、去相、相相。知出相故不默，知进相故不退，知去相故不脱，知相相故不错，便于顶三昧法上乐人，永庆无疑，无为顶多二菩萨。

对，这种正片当中，当你能够升起念头，他就能够啊，入月，遍定入月，无处身心的这个境界。他的这种正片就能够入月，无处身心的这种境界，无处身心哦，啊，无处着色生香味触法。 而生生起心，生起什么心？生起六度万恨之心，生起菩提之心，所以要无住生心。啊，要生心也要无处哦，啊，所以就能够定入圆啊，变定啊，入圆无住生心的这种啊境界。然而最初获得这种正定的。 的这个行者，必定会生于这种爱顺之心哦，啊，爱着，啊，这个易顺之心。那么，他对于这种的啊，对于这当中的啊，你、这、看、个，为维持中道法中变化生起。 四名真法乐人，一名助人，一名正人，一名就听其命之人。他对于这一种中道法当中变化升起、变化而升起，这个叫做真法乐人，真正的法乐人，也称作助人，也称作正人，也叫做就听其命之人。 倘若终究作为啊，作为爱愁啊这种易顺的境界，那么他就永远会丧失，就永远会丧失了。所以啊，一切诸佛对于这位的菩萨。 正是在路于观光花三昧的时候，必定皆能够显现无量诸佛而用手来摩顶，以一原因而为他说法，不清群巧方便而来启发他。所谓的观光花三昧，观光花三昧就是所谓的啊。 这个燕燕、自燕、慧燕、造尽诸法的形象，都是空起的。难道这辈的菩萨生前啊，贪爱一顺的宾客啊，游览而不出于产品，所以啊啊，也就安住在产品中啊，安位在这个定化中。 贪索在这个病房中啊，这个知着啊，这个呃、啊、贪爱不舍，乃至一切千啊，安住在这个禅定中。然而由于他本愿善根力量的轮廓，虽然久久安住在病中，也不必进入于内盘，仍然能够见到诸佛。 天文白法，明白？这个人就在于啊，正定当中能够供养诸佛，听说妙法，又更加一切安住在定中，所以诸佛就在啊再次在光中为他来谋点，使令他能够发起利益众生的定品，但你了知出相、进相、去相、相相。 了知出现的缘故，所以是不默；了知进向的缘故，所以就不退转；了知去向的缘故，所以不堕落；了知向向的缘故，所以不著丑。就能够在顶上面发上乐人，啊，顶上面发上头的乐人，永远穷尽而没有爱丑，也就是对于如此的定爱法爱。 就不爱走啊！永远没见，没有胜利，不知呃，不知成为顶导的菩萨。接着，古之之人，世人注定起慧应苦，见世说法，行胜一空，若其练定者，定之清音，并起练也，起者出也。 出钱缘法，缘空定场；即若有钱云心定场，生持爱心，慈心爱，以顺道法化身，即爱法乐，名法乐人，持德不退，名为助人；入真名为正人；出望名即命人，名此慈悲也。第二。 正进行，于此菩萨所入定中，诸佛现影而起发故，不侵启发草，清进法门也。昨定草是注定也，单定草是为乐定也。南赡法月非贪烦恼，以断定爱故，发起草觉花也，紧比紧比定品三种相故。 菩萨定力超三有库，名为出相；超二二二圣灭，名为净相；向大圣果，名趣相相。佛光觉发出相之阔，菩萨不默生死，不退涅盘；觉发净相之阔，不堕恶圣；觉发趣相相阔，不住因为，四者定品功德圆满。 为某顶发起，民顶三妙法，尼摩等列明善乐呢功德云片，明永庆无余告辞古七七解释说，这位菩萨行人安住在正殿。 而升起智慧火焰的明火，他能够见到世俗地之法，而能够行圣义地之空，啊，证得圣义地的空点，落起念草，叫落起念，落起念片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定的经验。 并且提出这个念，其也就是出的意思，出前圆华圆空定场。出于前面所言的净化，它是圆念这个空而入定的情形，也就是入于有情缘。 那么，心定当中而生起慈心的爱愁，因为他随顺道法破身，既然爱着这个法乐，所以叫做法乐人。那么，持得而不退传。 支持这一种的得用而不退传，所以叫做处人；落爷正啊，正对的叫做正人；处理与虚妄之法叫做其灭人。这个就是名称的区别。以上就是自分型，其次就是第二圣境型。 于彼菩萨所入定中，对曰：“那位菩萨所入的正定当中，一切诸佛就显现身啊影像而来，启发他的这个轮廓。讲到百千启发啊是什么啊？也就是啊，精进的法门。” 昨天就的起色注定，贪定就起色为了定，然而上法月这种上法之月，不是贪爱的烦恼，因为他已经断除禅定爱走的这个边廓。讲到发起，就是觉悟而发起的意思。 来警觉别定品三种相状的轮廓，菩萨的定列超越对有色有无色有三有的轮廓，所以叫做初相；超越二尘这种没进点的轮廓，所以叫做净相。趋向大圣的这个国位。 所以，他的去向下，活的光明觉悟，啊，这个发起出现，啊，呃，云过，所以的菩萨不莫于生死，也不退转于涅盘，啊，觉发镜像的这个云廓，所以就不堕入于恶善。 学发去向向的名客，谁不安错在因为当中。如此的话啊，这个定品的功德啊，就能够圆满去除。意思就说，诸佛就福天。啊，学发啊生起啊，这个叫做定三面法。愿你啊，即可。 呃，墨等等他，啊、他劣卡所谓他这个墨电，墨电啊,啊，不墨不退不脱，他不墨啊，不墨啊，那么泥墨等等下列。 所以叫做上热人，等等下类之法，这个叫做上热人，功德圆满俱备，所以叫做永庆无语。接他下头一段，极乐一切佛土中，乃至长乐无尽草，好，那么这一段我们下一回再分解，回下安。